CP 什么意思？ CP 是应用单词 company 的缩写，意思是情侣、夫妻、一对配偶。这个词在网络上比较流行，通常都是用来形容个人或大众比较喜欢的假象的情侣或者夫妻。 CP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二次元 ACGN 的同人圈内，是对一般男女异性恋爱同人作品的引用说法之一，近年来被大家当作网络用语广泛应用。但是谁与谁配 CP 仅仅是个人或群体想象出来的，目前将 CP 分为官方 CP、 国民 CP、 荧屏 CP 等多种。官方 CP 指的是现实生活中被公开认证的情侣组合，国民 CP 通常指的是符合大多数人心中情侣的样子，或者是被大部分认可的情侣，而荧屏 CP 指的是在电视剧、电影或者综艺节目中饰演过情侣且被观众认可的情侣。